现在是冠军争夺战，来自于小孩最后一臂，对战曾家镇的三条命啊。曾家镇现在是绝对优势啊，三条命打小孩最后一条命，八神发上来就是发起经络，八神是小孩的首发，不知后果是曾家镇的首发。好了，来看一下八神在板边怎么能反击对方的压制呢？不知火依然把八神关在板边。好，八神跳出来了，但是又被对方堵回去了，飞的这个技大缺反。德现在有没有机会？哇，去相杀了。不知火现在体力越来越少，小孩的机会越来越大。哇，刚 CD 进板边打 ES 阶段锤飞，没有资源接一套死。怎么办？八神葵花魔血强反啊！这个比赛规则是选秀赛规则啊！哇，哎，居然没染上，小孩赌神龙，这个是绝望升龙了啊！我现在会直接往后滑。OK， 来看一下曾家镇的莉安娜对战小孩的罗伯特。我下中拳打空被对方却反，小跳想晃过但是没晃过去，实际上没把握好，小孩笑了，来吧，接受我的连招洗礼吧。漂亮，长得好，长稳啊，能冲吗？哦，抢一个，哇，这个延迟抢招漂亮的，哦，反击。魔王坏了，还不一定呢。曾家镇的珍妮特没办法去，要打一个反而有点困难，我觉得吧。你看，又被小孩抓到弱点，这套连单之后，强鞋这里。还有两个多一点血量，应该说没有什么可能性了，这把小孩要赢了，比赛我估计要打到 S 局， S 局应该说没有问题了，后 AB 回避对方的虎王拳打康这家小神龙，哇，我操，这是可以的吧，倒地追了个地步啊。来看一下小孩的克隆啊，克隆马上三气，体力上来说虽然这点血量不够他一套连段的，先抢了一个地头，哇，相差了，体力现在淤血换血打法不上算。来看一下科隆对战，我慢慢抹血，这个打被骗了，哎呀可惜，血越来越少就危险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小孩稳了，没有什么悬念了，你们要相信小孩，我们要相信小孩是有这个实力的，他现在不着急啊，又有血又有次元，完全不在乎啊。我擦，这里这里没有资源，小孩现在，哎呦我操，这个还有三条气，不能再扣血了，上头，小天头，还有十九秒，我操，十七秒，十六秒，越来越好玩，越来越刺激了。对啊，这小天反击，关键时刻抢条拆头，两次拆头，小天的反击进板边，来了反击，来不及切板，我操，这里居然能赢了。